你哋究竟走唔走？大哥唔走，我三哥都唔走。系啊，我哋唔会走噶。好，我死咗，你应该再冇顾虑啦。大哥，大哥，天宝，唔好伤害无忌啊！冇仔啊，冇仔啊，冇仔啊！你哋唔好以为用无忌可以阻止我，再唔走我又死喺你哋面前。 但我既然执意唔肯走，我哋唯有就此拜别。义父，你唔走我就唔走，你自尽我就自尽。细路仔唔准乱笠嘢，去！义父，义父，快嚟啦！无忌。 翻到中原之后，你唔可以再叫谢无忌，要叫翻张无忌啊！谢无忌三个字只可以收喺心里边，唔可以讲出嚟噶。大哥，保重啊！师傅，你保重啊！ 大哥而家点样咧？佢而家越完又可以控制到自己，又唔会乱咁发狂，而且对冰火岛嘅形势又咁熟悉，只系冇咗我哋几个喺度，闷就闷咗啲咯。都系大哥习惯咗独自沉思，相信好快就可以适应。做咩，嫂嫂？你系咪怕翻到中原之后唔知点样面对？ 我哋讲过，翻到中原就可以隐居，不问世事，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呢？你系咪可以唔翻去见你师傅同埋师兄弟？我咪可以唔翻去见阿爹同埋大哥？我哋正邪两立，到时唔知会点。而家谂翻起上嚟，最开心嘅都系喺冰火岛嗰段日子。 我哋唔需要理会咩正派邪派，亦都唔需要理会咩江湖恩怨。为咗无忌，我哋点都要翻中原，等佢开开心心咁过日子。最怕嘅就系我哋唔知可唔可以隐居避世。就算避唔到，我张翠山都会一力承担，我唔会俾任何人拆散我哋。 我哋一家三口生死与共，永不分离。我记得你同我讲过，就算我落地狱，你都跟埋我一齐。你记得咪好啦。天鹰教嘅船。 啲转方向，哎呀，有人执我水嗰度啊！冇当第二次啊！ 五弟，大哥，真系五哥，五弟，五哥，大家停手，停手，叫咩状况先？嫂嫂，张翠山，嫂嫂，哥，嫂嫂，原来真系你啊，哥，五弟，呢十年嚟你去咗边啊？我迟啲先同你讲，嫂嫂。
快過嚟見我大哥同埋六弟先。大哥，六哥。無忌，快啲向大師伯同六師叔叩頭。大師伯、六師叔。無忌係我同素素個仔啊。各位，呢十幾年嚟，武林正派都係揾緊翠山、甄姑娘同埋謝遜嘅下落，以致從天煙教有所誤會，互有爭鬥，各有死傷。好在翠山同甄姑娘已經翻咗嚟，真相會遲早水落石出。而家以閣下嘅愚見，我哋立即停止爭鬥，再查出真相，前化干戈為玉帛。張五俠已經係我妹夫，再打落去亦都冇意思。我哋天英教亦都就咁決定。咪住！你哋做親家就你哋嘅事，我哋昆崙派嘅弟子黃盤山俾謝遜嘅獅子敲嚇到瘋瘋癲癲。一定要找謝遜出來宣章。沒錯，惡賊謝遜偷我空洞派絕學七傷拳譜，一定要出來作個了斷。講，謝遜到底在哪裡？講，在哪裡？娘親啊，這班大惡人好得人驚啊。你講什麼？李良妻是魔教的妖女，害人無數，她才是大惡人啊。你這個妖女，我門下弟子掌徒同埋高泽成变到痴呆，仲口口声声嗌住殷素素个名，佢两个一定系俾你害嘅。行掌门，当年黄盘山一役，在下亦都在场。你门下两位弟子系咎由自取，同殷素素绝对唔会有关联。况且素素呢几年已经改过天善，希望你唔好出口伤人。张五侠为妖女所迷，不理正邪之别，与佢成亲，当然系处处维护佢啦。你个妖女无恶不作，咩改过千善根本系不足为信。唔会噶，娘亲系好人，唔会讲大话噶。你唔好冤枉佢啊！冇计，冇事噶。你哋苦苦相逼，无非想知道谢逊嘅下落啫。嗰个无恶不作、杀人如麻恶贼谢逊。在十二年前已经死了，就在无忌出世那天，个恶贼谢逊突然间狂性大发，要杀我同五哥。点知啱啱出世的苏虾突然间大声喊，个恶贼心病发作，就咁死了。妖女，你想独吞屠龙刀啫啩？系唔系咁关你事？殷野王系咪又想打我？大家冷静啲。五弟，究竟呢事系咪真嘅？冇错，恶贼谢逊喺十二年前已经死咗啦。义父唔系恶贼，义父唔系恶贼，佢冇死到，佢都冇死到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 Mandy， 我系六号六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